今年是一场全新形式的大爱无国界义卖活动，我们第一次采用云义卖的方式，让大爱无国界通过线上平台走进千家万户。我们在开幕式现场已经启动了云义卖，并将持续一周的时间。此外呢，今年的云义卖还第一次加入直播带货的环节。12月16日，也就是本周三晚8时到10时，部分外国驻华使节或者高级的外交官，以及外交部驻云南省金平、麻栗坡县的扶贫代表，将在淘宝央视新闻直播间与央视主播共同推荐义卖货品。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活动，并予以大力的支持。